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多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好，这是这个永恒 HG 灭给我们带来的天蝎啊，敦克诺夫卡。天蝎是，哎，我看等会儿有人想问我。我靠，有人问我为什么 B 站上传封面格式不支持？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格式。那你重新截图传一下不就行了？然后现在啊，打算黑枪。天蝎，因为他这个头是可以抓的。就捡了个人头，我靠！哎你，哎，你爽不爽？你看见没？他全程茶叶蛋，教你做人的道理。哎，你来嘛！他知道这里有人，不会轻易出来的。哼，你以为这样你就可以逃过一劫了吗？你不要逗我了，你出来嘛！啊！呀！妈的，叫早了。靠！又来一发，这个王总他为什么老要在那里晃嘛？你这不会自己作吗？这怎么遭得住你？这全都压过来了，因为知道他们这边人不多。看到了一只五九，有没有说到不知道啊。慢慢往这边抹，反正你这外头是有一些遮蔽物的。慢慢的抹进去，哎你来，哎好，躲在他后面，漂亮。哎，这个配合，我刚刚还担心这个二九会不会把自己玩脱，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你看天蝎如果黑枪黑的好的话确实很厉害呀。刚说了他没事，怎么他就死了？哎，这什么鬼？遭不住了！啊！被干了，但有点慌啊，因为需要前面的视野。好，来黑对面的天蝎。嗯，靠，在上后面。啊擦！这尼玛我是醉了。黑枪利器啊，黑枪利器。那这个我在想，哎呦，如果玩得好的话，打钱是不是很厉害啊？
发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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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这儿，虽然，呀，哎，说好的发财了呢？难道那外面有个尸体挡住他了？哎，我就没懂的呀。我靠妈的，健身银行给我发个什么彩信账单，但是里面也没什么卵东西。看到，哎，这次你跑不掉了吧？哎，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录像它是有 bug 嘛？你看它看不到，纸上就没那个红圈啊。那边五九啊，我们帮一下自己的五九，不然他干不过对面血量比较多。哦，自己被干了，他被烧了。好，我们的五九，哎，只要你能开一炮，对面基本上就跪了。哎，擦，阿西吧。家里面他们拱过去两人。哎，但这边这个 TVP 我有点慌啊。靠，我王星人在敲门，他想进来。哎，他又不敲了。哈哈哈哈哈，我不在里面，你不要进来。嗯，现在他的想法肯定是想先爆掉这个 TVP 啊，那边再说，反正那边还有两人呢。问不战二 B 吗？哎呀，他旁边有 TVP 啊，还有火炮，他都想战都没那么容易的嘛，问题是。漂亮，这一枪打的。那个斯泰尔现在先别急，等队友过来。操，他 TVP 死哪儿去了？哎呀，等会儿我鼠标跑哪去了？啊，来了，不知道在哪儿。好，先把这个杠三给弄。哎呦，自己亮了，那估计 TVP 就在附近。好，那他们战家的那个被搞死了。哦，那说明 TVP 在我们后面，看到这个炮弹了。好好，往后缩，往后缩。那 TVP 应该是在那山上面，你看，这个伤害来源，一定是在那个位置。你别急着出去，等那个重坦去把它给点出来。好，斯泰尔可能想去搞那个二九。如意炮响，你看他上来就会被亮，果然在这里。你个贱人！哎，你不要急，你血量很低的，你等队友先顶上来。哎呀，二九还把那边人给干了，茶叶蛋都要撸完了。哎，你不要往那边走，你往回走呀，跟你的队友会一下合，等会儿 TVP 下来干你了。你现在血量那么低，好，他去站了。那你往前走吧，你既然打算走这边的话。哎，我操，还看不到他吗？我总觉得你往这边走有危险的呀。哎，这是等 TVP 吗？
反正他现在左边啊，西巴，还真是这么考虑的。好，二九可能想出来，想干他了，觉得他血量低，但他这一发弹又上好了。哎，其实当时你应该第一时间出来的，你出不来你就没机会了。而现在人家后面还有个杠三，杠三一旦赶到，我看杠三血量多少。这可以啊，那个血量不差了。哎呦，慢点，哎呀，好，他现在就作为一个野，让杠三来抽的。这个二九现在慌的一逼，吧唧，好漂亮啊！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啊！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。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，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，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啊。对了，那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然后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在这里输入啊 7678-5582@gmail.com 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当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只要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。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，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